欢迎来到美梦元音大陆，您将不分昼夜的沉浸在动人旋律中。全体居民注意，巨型盲盒娃娃来袭，警戒，警戒！中央湾第七街区遭到破坏，第九街区即将关闭。布布有一天待在元宇宙，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稀里糊涂的他就变大了，变大了之后他就在元宇宙大陆上疯狂的踩踏。娱乐之城即将关闭，迪卡尔地区失去元婴石连接，哥白尼地区即将关闭。元婴之石遭到破坏，化为碎片。元婴大陆将失去音乐能量。七天之后，若元婴之石未被修复，元婴大陆将不复存在。碎了之后呢，布布选择了扔出七个葫芦娃，要不是扔出七个盲盒来，然后收集这些什么玩意儿，元婴之石，我们要找到元婴之石，然后这七个七龙珠啊，他就四散奔逃了，然后我们要攒齐这些还原这个吧，对吧，找到这些碎片，然后最后让布布那个改邪归正，重新做人，痛改前非，变成一个非常棒的青年，是这个意思对不对？好，就这样。嗯，七天之后，若元婴之石未被修复，元婴大陆将不复存在。